名就是在哪裡啊？柬埔寨。我們認識你在金邊這裡，今天來到第一次我們代表香港 TVB 我們來到柬埔寨這個地方，心情非常興奮。我們明天有什麼做呢？聽日咧，我哋嚟緊咧就會有同 Cambodia 嘅 fans club 咧有個聚會 meet and greet， 就聽晚會舉行嘅 live show 嚟嘅。冇錯，咁今日你嘅心情如何啊？今日好開心啦，有 PBC TV 啦邀請我哋嚟到啦，咁我自己係第一次嚟到柬埔寨喎，咁頭先咧一落機嘅時候諗住學一下啲柬埔寨嘅話啦，點不知原來已經有好多華僑已經識講廣東話啦。同你講廣東話讚你靚仔係咪啊？你哋多啲，靚女多啲。嗱我哋。是没错，我们呢学了一个字就叫做什么 Zoom this Zoom Zoom this Zoom 就是这里的话是代表 Hello 的意思的。那好开心啦，那我们 今次的旅程呢虽然短短地，但我们希望呢有机会吃到这里的美食啦。是啦，那是不是看一些景点的，是啦，那带多一些香港的剧来到 Cambodia 这里。